大家好，我在维也纳，现在来做一下什么叫做台南牛肉汤。我把那个牛肉片都切好，切成薄片，待会来算算看可不可以变成牛肉汤。啊，这是因为没办法，我没有那个汤头，所以找一些沙茶酱给它做代替品。待会水滚了之后，咱们来试试看吧。我先把它上桌。好，水滚了。加进去，加到汤头里面去，咻咻咻咻咻咻咻，好，再就是关键的牛肉汤了，关键的牛肉汤给它下去，看这感觉如何？没有筷子，哇，到底会不会好玩呢？来试试看。哎、欸，有效哎、欸，有效哎、欸，有效哎、欸！我感觉好好吃哦、喔，好屌，好屌！这招太厉害，这招太厉害了，这招太厉害了。